妮突然觉得好想喝苹果汁啊。所以今天不玩搬家家酒了，我们来开个品尝苹果汁的派对怎么样呢？苹果汁，我觉得跟苹果汁比起来，碧雪比较好喝。小心，这可是个大好机会哎。在妮妮现在还没有改变心意之前，品尝苹果汁派对很好啊。刚好我也突然开始想要喝苹果汁了耶。我家最近，就去我家吧，我家一定会有苹果汁哦。真的吗？各位，果汁来了，慢慢玩哦。妮妮看起来相反呢。丰润的葡萄香气是苹果了。那丰润是什么呢？我哪知道啊。这个是什么年份的东西？应该是两三天前做的果汁吧。那我们快点喝吧，我要开动了。榨汁技术很不错。好喝吗，妮妮？很好喝。太好了，嘿嘿。可是不对，妮妮想喝的果汁不是这种透明的果汁啦。苹果汁里面也有白白的不透明的那种。对对对，就是那种。不过那只是榨汁以后有没有马上过滤产生的差别，营养成分其实是一样的。妮妮就是想喝白白的那种嘛。俊男家应该不会有那种吧？全都喝光了还说。白白的苹果汁的确比较浓浓的，比较香香的，比较纯纯的。什么意思啦？我们家只有这种而已，不然我给你钱，你出去买你想喝的果汁。来，妈妈，谢谢你。这种吗？不是。这种吗？不是。这种吗？不是啦。这里好像没有。这些超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哎。找到了。所有超市会卖这种口味的小饼干呢。这里真的什么东西都有啊，真难。不是这个，现在我们需要找你想喝的苹果汁了。这里应该买得到才对啊。如果这里没有，整个春日部应该也找不到了吧。没有那回事啦，一定买得到。你想喝的那种苹果汁是在哪里买的呢？自动贩卖机。那你应该早点说嘛。可是你们又没有人问我。越是找不到就变得越来越想喝了。这种苹果汁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真的很好喝，只要喝上一口就像是吃了新鲜鲜采的苹果一样甘甜，喝起来的口感超级清爽，恰到好处的甜味中带着画龙点睛的酸味，让人一口接一口，一转眼就全部喝光光了。好想喝喝看。是吧，如果喝了这种苹果汁就不会再想喝其他的了。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在找到苹果汁之前绝对不回家。不噜不噜不噜，苹果不噜不噜不噜，好喝的苹果汁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的超级好喝苹果汁不噜不噜不噜。没想到会这么难买，是因为非常好喝所以才没有办法制造很多吧。表示那个特别珍贵对吧。就是说我相信你们只要喝上一口也会因为真的太好喝了吓得翻跟斗哦。好想吓得翻跟斗。也许在偏僻的地方反而会有也说不定哦。封建侦探的推理啊，我们快继续搜索苹果汁吧。有扑噜扑噜苹果汁的空罐，有认真做分类啊。重点不是那个了，
既然有空罐被丢在这里，就表示可能有人在这附近买了这个来喝啊。说得很有道理哦，这种事谁都知道吧。大家分头去找吧。你们都跟着我跑同一个方向有什么用啦？没有吗？没有，还是没找到。现在只剩下小心了。小溪，他好像在喝饮料。那是我碰干绿的妈妈，她就帮我买的，是碰巧才对吧？重点是那罐果汁，让我碰了黑枣汁。因为听说黑枣汁对身体很好嘛，不要做让人误会的事啦。哇，对了，那台自动贩卖机。我在找钱的地方捡到这个。阿兔，不要做让人误会的事，拍住。我们要把钱送去派出所才可以。哎呀，做了好事，觉得心情真不错。哎，结果只是觉得很累而已。觉得开心。